我们看秋儿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当年的首发阵容，对上的充分的一个准备。广州恒大和大连万达，巅峰时期的大连万达。就是东哥，您这样说那枚切克，他知道吗？对对对，他打电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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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打电话，有微信。您在这儿，你看，对，是。如果这个阵容啊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啊，就是因为。这个内梅切克没问题，比如说汉斯我会换成那个扬科维奇，对吧？扬科维奇啊，扬科维奇。如果真正的要换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金斯换成这个阿里尔森，我们的一个左边后卫基海尔到从左边后卫到右边后卫去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用相对来讲，季明义应该比徐宏更合适啊。比如说这个后卫上啊，包括我们会用一个比如说严嵩啊，或者是王鹏啊什么的，但是差不多。如果我们以这种阵容在打比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跟现在这些，你看你这哥接的是三万元哈，按照今年的这三万元的，不是那个、啊、而且不是那得要调一下，恒大也没外援，如果大家都把外援拿了去，那么我们应该能赢他们。就意思说内援的话，你们能赢啊？这个肯定，这个东西那不叫内援，那就是本土球员。本土球员大家打一下的话，我想这个他们还是比我们要差一点。这个东西，思源老师他说你们恒大比他们差，对，不是我们恒大，不是，对，只是你经常报道。我解释一下，对，我是这个长期报道这个广州恒大。你怎么看这个事情？对。